两团来买靠声。店主大哥，安怎？一只马四鸡？啊，是你的哦。伊会哭到这么正凄惨，就是因为无食伫个挂药啊。哎呦，咱客户啊，不是讲阮这做事主人啊无风台客，啊我就无点水啊。啊，若我当我顾到迄只马，说不定伊会腹肚枵。迄对金双眼吼，莫卖啦，我想一个办法。你讲，迄只马讲你的，安尼嘛是好，对你无通食枵寒无，啊无干脆。将迄只马牵来去卖啦！请慢啦，请慢。店主大哥，安怎？当然买是卖有钱，也毋过这只马我会唔甘卖。当时我出头，完全是伊来帮忙我。如今我的落步，我山林卖卖咧。人客官，我知影啦，这只马对你有感情，啊你唔甘卖，啊你会知呢？点水无通拿，伊无通吃，你破病无吃药啊，啊买啦买去，病啦医好，我都会速倒回来啊。是啊，你是。要听伊言来，心莫通听。叫他听阿呜。